你好，几年前我跟某私立名校国中校长聊到学生的考试成果，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，我们学生段考成绩都很好，遇上模拟考就落差很大了。看着他疑惑的表情，我跟他分析，并以社会科为例，段考只考两个单元，容易读，模拟考是三年共102单元的总测试，要具有统整脉络的能力以及完整校域的学习地图，否则容易搞混考差了。是先将孩子国中三年所需学到的社会科102篇共18本书整理成18句简易的目录口诀，并且绘制成一个个丰富视觉的概念图，让孩子能够看到目录时就能同时回想起102篇的单元与内容，只需24天就能记忆及总复习完三年课程，省下大把时间还能去运动补眠及加强弱科，对读书充满自信。我们的教学理念也获得多家业界肯定和采购，请让我们用这18句口诀和各式概念图来帮助你的孩子轻松学习，快乐成为前段班。购买开窍宝典工具书，送你三大好礼：一、赠目录口诀；二、赠好学概念图六小本；三、赠线上聪明读书课。请上网或扫描 QR code 再送好礼哦。